Sony 寄了四台相机给我。天啊，我真的太开心了。各位孩子们早安， I'm Daddy， 我是老爸。是长期在关注我频道的就知道我的主相机一直是 Sony， 从第一台 Alpha 6500到现在用的 A73，这样子一年多的拍摄下来，其实我对 Sony 的相机啊算是蛮了解的，所以这次非常开心，他邀请了我来帮他们开箱。这次 Sony 啊主打了四个组合，卖的是一种概念，什么概念呢？ Rock with Sony， Rock with Sony， Rock with Sony， Rock with Sony。跟以往的模式不一样，以往你可能要挑相机、挑脚架、挑麦克风，现在都不用，它就帮你搭配好，有四个不同的组合让你选择。今天我就来介绍这四个组合。我们先从第一个组合开始看吧。它的内容物啊，就是有 Alpha 6500，还有 SEL18135 这颗镜头。麦克风呢是使用 ECM AW4 这个蓝牙的麦克风，脚架是 GP VPT1。这组标榜的呢就是蓝牙无线麦克风脚架组合。这个是脚架，我没用过，打开来看一下，感觉上非常轻巧，哎，非常的轻。上面总共有四个按钮，录影、run in、run out 跟 photo 这四个，等一下来玩玩看。最后来开这一组蓝牙。嘿，孩子们早安 ，I'm Daddy， 我是老爸，不知道各位觉得怎么样？这个18135的镜头啊，最大优点就是它就是一般所说的旅游镜啊，你很方便，你可以直接啊从广角端抓到一个比较远的距离，就像看到对面的车没有，我想要。这个是第二组，基本上啊它跟第一组啊是完全的一样，只有麦克风的不同。我等一下试一下它的麦克风给各位看。脚架、指向性麦克风跟 Alpha 6500，装好第二组，你不要把它想的跟第一组有多大不一样，它最主要就是麦克风。如果以一般的旅游 vlog 来讲，我个人是比较推荐这种指向性的麦克风。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旅游的 vlog 来讲啊，很多都是 一群人一家人，那一群人跟一家人的时候，那种蓝牙式的麦克风它收音是比较集中的，它可以收到很稳定很漂亮的音质，可是它比较难收到稍微广一点，因为它顾及收音品质，所以它只会收到你的附近的声音，附近以外的声音呢就会收到很少。不过它不是没有优点的，我觉得它非常适合像这种别麦的方式啊，像是你一个人的旅游，比如说像我的机场系列，我的废片系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在对镜头，就非常适合这种高品质的蓝牙麦克风。我再试一下组合二指向麦克风给你看，按底下这个键录影是真的还蛮方便的。各位孩子们早安， I'm Daddy， 我是老爸。我目前开箱开了两组，然后还有两组，第三组啊就是 RX100M4 加 SGR1， 第四组呢就是 FDRX3000R 加 VCTSTG1。 这两组啊其实它的用途跟用法又会有点不一样啊。我老婆打给我，干嘛？怎么了？快好了，快好了啦，要出门了啦。对啊，很久哎，快点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这两组来不及开箱，等一下再开箱了。我今天就先用6500。我们今天要去旅行。新店彩礼。
新的相机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麦克风很小。对啊，麦克风好小，感觉比较不会撞到。对啊，超可爱的，而且之前那个太大，感觉就会一直跟那个下面一直摩擦。而且它这个原厂的麦克风有一个很大的好处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什么好处？它不用接线。没有啊，哦真的，它只要哦真的，它只要它是直接输入的，有没有？不晓得收音品质怎么样？收音品质，那要我来唱歌啊？你可以方便唱个《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》的歌吗？我不知道那是什么，是这种歌吗？没有，有《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》。姐姐，你看那个就是大巨蛋。You said let's jump on the bus and take a ride downtown. Well, I don't know about that. But can you help me first to get these boxes down? Well, I don't know about that. We have the whole day.我要准备去游泳了，去游泳一定需要这台相机 FDR X3000R， 开一下看看里面长什么样。哇，看起来很不赖耶。这个是那个把手，这个版本有一个 R， 最主要就是多了这个萤幕啦。它这个萤幕啊可以直接看到画面，我们来试试看吧。亲爱的已经装好了，来介绍一下吧。它最主要就是方便啦，而且这个是防水壳，里面要下水的话就不要装，因为防水壳的话会影响收音。哦，所以如果有要下去玩水再装。我不知道你们看过这台相机，很多 YouTuber 其实也是只用这台相机。它这边有一个另外的麦克风输入，所以很多 YouTuber 啊觉得这台画质也非常的不错，然后再另外接麦克风。因为它真的很轻巧，把电源打开，再把这个开关在旁边把它打开，会自动连线，根本没有设定它就自动连线嘞，比我想象中的简单。底下的萤幕也可以控制相机，它不只是只有萤幕的功能。有，我看到了。然后你先按录影那颗键就开始录了。开始了。开始了吗？有没有看到？你有没有看到自己？这样有美吗？我们有美吗？有。欸，这样很方便的样子哎，这样还不错。哇，我好大哦，这样可以看到我哎。这样其实蛮清楚的。我们去游泳吧 ，Let's go， move on。就好了，就不用带、啊，又就不用再带相机。重点，你不觉得它可以看到自己很方便？对，我觉得这样很方便，很方便。这样子可以看到自己。哇哇哇！我们要去想。这台啊，也算是经典的一个机子之一耶。这台也是很多 YouTuber 都必定入手的一台。那你有没有觉得你老公很会买？Alpha 6500也买，这台也买。A7 III也买，真的很会买吧？反正他就是哪一台好，他都买，他都没有选择，都没有选择，反正他觉得好，他通通买回来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次的组合是什么。好，说明书。好，终于看到了。哇，不错哎，好小哎，有一个很新的味道。R X100啊，最大优点就是它的翻转萤幕啦。对，这真的很重要。这个对女生来讲真的是非常方便，在录影的时候可以看到自己。真的，而且其实像那个小朋友让他们自己在拍特写的时候，我们都会给他们这一台，对，因为他们才可以看得到自己。因为你给他太大台的相机，他是没有办法掌控说我自己有没有在镜头里面。装上去这只手把在这，
这只手把其实感觉上是非常的轻巧啦，也很迷你。原厂的手把装好之后呢，这边就是有 run in 跟 run out 还有录影的功能，这样就会变成非常的方便，就不用再去控制了。来试试看，哦，有嘞，开始录影，开始录影。哎，这样真的很不赖，感觉很方便，而且你按钮。那我现在推镜头，对，你俩 run in run out 一下。而且最主要，我觉得有一点是说，它这个脚架很轻便，就是也不重，对，它很小，就很轻便，然后又可以立在桌上什么。而且这比原本老爸给我们那个脚架还要小，而且它还可以调整远近，又可以直接录影，超方便。说你找我介绍这些相机之前啊，其实我推荐蛮多人去买 R8 6500，我真的还是觉得它是一个 CP 值非常非常高的 APS-C 入门的机种，它本身的画质就真的已经是非常好，以我们做 vlog 来讲，其实真的绰绰有余。一直到现在，我出门一定带两台相机，一台就是现在正在录的 Alpha 73，跟一台 Alpha 6500。如果我买，我第一个买，我一定是买这种指向型麦克风的组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其实它比较方便，适合家庭的 vlog。它在录影的时候啊，不管你是一个人、两个人，或者是全家，其实这个收音的方式啊，其实是比较适合的，而且Sony原厂的啊，不用再加那一条线，真的非常方便。做一些开箱或一些一个人的记录的时候，需要更好的音质，我可以再买这个蓝牙的套组来搭配。使用蓝牙最大的好处诶，就是你人可以到处移动啊，你有些景想介绍，你想要站远一点，只想把相机固定在一个地方，然后麦克风夹着跑来跑去，蓝牙的这个麦克风真的都非常适合。刚刚我讲的，如果你叫新天蔡依林，你叫他背这台出门跟朋友吃饭，他一定会骂我。当初我也因为这样子，所以我买了 RX100，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随身携带的机种。怎么说呢？他跟朋友吃饭啊什么，就想做一个 vlog。我把我的 Alpha 6500借他的时候，他真的很想要骂我。在它的焦段啊，有将近快到80，最大光圈有到 1.8。那你如果推到最远，想要最浅的景深的话，景深也非常漂亮。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便于携带，也非常好入手的相机，放在包包也不会觉得重。其实也蛮推荐买这一台的。最后一台我要讲的是让我更意外的一台相机啊，这是我第一次使用它，它是 Sony 的 FTR-X3000， 就是在这次的 Action Cam 手持握把的组合。在拍 YouTube 这一年多来啊，我发现蛮多 YouTube 使用这台相机。原始定义啊，它是比较偏向运动相机，它有一些很多的配件，你可以下水，你可以夹在你想要夹的东西，又非常便于携带。拍 YouTube 其实常常跑来跑去啊，这个东西真的太好带了。再来它的画质啊，到 4K， 我刚才在电脑上面啊看今天拍的画面，其实真的也蛮漂亮。如果你没有预算的限制，我当然会推你买 Alpha 6500，或者是现在我正在录的 Alpha 73。可是如果你只是刚入手想要拍摄影片的人，我觉得这个东西绝对会适合你。以上今天啊，就是 Sony 请我帮他介绍的这四个组合啦，没有绝对什么最好的相机、最棒的相机、画质最好的相机，我觉得真的没有，只有最适合你的相机。像我这次的旅游啊，不同的地方、不同的地点、不同的环境，我也会使用不同的相机。今天有关 Sony 相机的介绍，四个组合已经结束啊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记得追踪我的 IG 哦，还有订阅悠悠频道哦。然后我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5点准时发布影片。你应该可以好好休息一阵子了吧？你有看到这边已经快把这样镜头往前照，已经快要没有我的空间了，所以你要稍微休息一下。你知道 A7S3 不可以再买快出了吗？不行。Some, we don't care about the others. You set my world on fire. You're my